小丸子，你快点起来吃早餐。再睡一下下。你昨天不是说不快点写暑假作业的话，在开学前会写不完吗？妈，别在意昔日的往事嘛，我可是个不留念过去的女人哦。别在那边说些傻话了，快点给我起来！随心樱桃小丸子，周一到周五晚上7:30，就在妈妈亲子台。